主料韭菜200克，干豆腐300克，辅料葱花、蒜瓣、生抽、水淀粉、鸡精、盐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干豆腐切宽丝，韭菜切段，油锅烧热，下入蒜瓣炒出蒜香，下入葱丝爆香，下入干豆腐丝翻炒，加入少量清水，下入韭菜炒熟，倒入几滴生抽和水淀粉，撒入适量盐，鸡精翻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韭菜一定不能炒时间过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